周杰伦的《晴天》。从前，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，但偏偏遇见你，把距离吹得好远。我比较看重的是一个笑容的感染力，一个临场的发挥能力，最终是要他们在直播形态上这个展示自己的，所以我比较看重这几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60号陈海蔚，年龄蛮尴尬，身高蛮尴尬，我都。才艺有弱就有强，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李玲蔚，就用出色的音乐剧唱段和舞蹈，让她成为了才艺表演环节的人气王。现在的话，女神之一是排名第一，你知道吗？刚刚知道。对，现在感觉你超第二名，超了将近一半的票数了。没有想到，对，因为我就是不给自己一个什么期望，就是我就完成自己所能完成的。游戏也好，才艺也好，我都尽自己的努力能完成。前方记者了解到，李玲蔚有5年文艺兵的经历，是选手中个人才能和舞台经验过硬的选手之一。当选秀内容从电视荧幕，请问你们工作室一个月利润是多少啊？这个很尴尬，我就不说了吧，也没多少。年龄蛮尴尬，身高蛮尴尬，我都不说了，真的是蛮尴尬的表演。你本来还可以好一点的，有点紧张。就这个很尴尬，我就不说了吧。好，行。因为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俗话说得好，众口难调，你必须走上台之后，有大部分的人会觉得，哎，这个人还可以，所以这种就叫亲和力。像高圆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亲和力的女神，大家不管是男女老少，都会喜欢这种女孩子。对。